我现在打卡，这里是什么？盐城。为什么我会下来呢？因为我从这边过，看到两边都有很多卖当地的小吃啊，而且全是海产品。看到好吃的怎能不下来呢？这个有个招牌啊，这个有个招牌啊，那个字不会认哎，七股什么湖海产啊。好了，我先逛一圈了。这非常有特色啊，这就在路边啊，全部就是普通老百姓摆的摊呢。看到没有，没有很多，但是每一家哈，这好香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香味太浓了，全是海产味。这个是花枝丸，对，花枝丸。我先走一圈了，大哥，我先走一圈。哦，这个炸的好香啊，我远远就闻到了。炸的，这个炸的倒是跟那个南寮那边也有香，也有很像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个是完全靠海的，这些都是靠海的那种民众啊，靠海的那个人家啊。抢着付钱。啊，肉蟹，这是肉蟹吗？很大，石斑，这是石斑，石斑我认得。这虾，活虾。这个是鳗鱼。你这个是海里面的吗？鳗鱼呀。海鳗啊，这海鳗，海里面的，这全是海产呐、啊。这个虾嘞？白虾。白虾哦，白虾。你好。嗯。石斑，啥子？石斑，石斑，转转我，石斑。那啥子？哎呦，我的天！厉害。这个是。好了，谢谢谢谢。这个哈、哦，他们都是靠海的，有些都是自己打捞的，有些鱼都是自己钓的，野生的。种植的都有，炸的，这个是炸的，炸的虾，炸的那个叫什么鱼啊？丁香鱼吗？好了，太多了。哎呦，我最有兴趣的，昨天就吃了两餐了、啊。这个，昨天早上哦，不对，昨天中午就吃一盘，结果昨天去逛夜市又吃一盘，真是烤生蚝啊，海鳗一样的，差不多啊，是海鳗，那是蟹。哦，在挖肉，慢慢挖。小生命哦，这里是炸的，太多了。前面再看一下。哎呀，每一家都去看一下，看有没有特色。看吧，台南风光，台南风光，各种活海产。带煮，哦，你可以买了在他那边去煮，他收点费用。哦，都是炸的，大多数都是炸的。哦，这样炸的，跟那个面粉放在一起，这样比较脆啊。这个是饼，炸鱼。这是个餐厅呢，这是个餐厅呢。哦，这鱼有点大，还是活的，石斑，这是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海鳗差不多。哦，这正在烤啊，烤火啊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这看这个也比较有兴趣。哦。哎，好香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味道很香啊！烤一盘来吃。这个怎么卖？多少钱一份？一百。一百啊？哦，一百一份。好了，买一份。来，帮我跟那个小姐说。跟那个小姐讲一下。哦，那个在烤什么？那个、在烤什么？大哥，我拍一下哈。这是烤的什么啊？鳗鱼。鳗鱼啊，海鳗哈。哦，养殖的，也是海水养殖的哈。嗯。但是这我们在新竹没有看到过这种呢。有了，这种可以设计，我也它一样。只有这边才有。哦。只有这边才有。
你这不是在烤，好像是在蒸的哈。用烤的，但是没看到火。哦，从上面烤的，难怪啊。哦，从上面烤的。哇，这个只有这边才有啊，要不要吃啊？我的天哪，刚刚吃完早餐了。太多了，哇，简直是水眼欲滴呀、啊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他听不懂中文。好了，这是我的一盘，好了，100块。那个帅哥跟我带路，不是我的。我以为是我的，还说帅哥给我带路。好好，等一下，客人那个生意太好了，哎呀，我可能有点等不及了，还在看我的海鳗呢。哦，好忙啊，好忙啊。这个是。你们需要这边吃吗？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呀呀，我有点了。哎，你有扫 QR code 了吗？烤鱼啊，这是烤鱼。加点柠檬。这个是什么鱼？是乌鸦鱼。乌鸦鱼？对，虎仔鱼。虎仔鱼？那这个呢？这是恰章。恰章？嗯。我听不懂。恰章，好，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这个我要一盘。你坐哪里？哎、我就坐这边，随便啦，有位置就好了。哇，生意好好，这晒的是什么？这晒的是，哦，它不是晒的，是放在这边的，做装饰品的，粘在上面了已经。哦，不是啊，为什么又拿得动啊？哦，好看啊，这么多，晒这么多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家店呢、啊，在这个路边呢、啊。我点了那个烤生蚝啊。生意不错哦，它还有别的，看一下它的价格，烤科是100块，蛤蜊也是100块，价钱我觉得还不贵嘞，然后分量也不会很少啊，我刚才看到了。好了，先点一个科，先吃着吧，一路吃一路玩呢、啊。这一家很会吃啊，那桌上那个科啊，吃了好几盘呢、啊。跟我差不多啊。这种海产店真的不错，很有特色，我就喜欢这种海产，路边的，而且这个老百姓才，你看没有？我现在等了，有点等不及了。找好啊。看到没有？61线，一盘100块。台南你看靠海哈，你看这路边这些海产真的是很吸引人呐、啊、不吃一两盘怎么能走嘞。大哥还在烤，这个是刚刚烤的，我刚刚看你是这么快都快熟了。哦，都移过去那边了。哦，先烤到一半再移到那边去，下面一直在滴水哈。所以说我才以为说我以为你在蒸呢，原来烤是从上面烤。哎，对，好香哦。哎，我还在等呢，大概13到14颗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好了，开始吃。看吧，马上就给我干掉了，没有几分钟啊。这个海鲜啊，真的太新鲜了，没有控制住，我又点了一条烤鱼啊。好了，继续吃。哎呀，真的是外酥里嫩，真的。你可买过来没而已。呀。我会带吗？这一条鱼并不多，我没几天就干掉了，真的。啊，它要我嘴巴。好了，我先吃了，不能让你们一直看着我吃。哎，这一家店哈，我非常的满意，那个壳，又香又好吃。我觉得比昨天晚上在夜市吃的还要好吃啊，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还来。台南这个地方哈，什么都好啊，就是真的很热。哎，我不出汗的人都一直出汗。现在吃饱喝足了，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，马上要上班了。
上班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出来玩了，所以说趁现在哈，赶快玩。花生啊，煮花生，干在汁，干在汁，对。这个是海产。我看一下，鹅啊，蛤蟆。好鹅啊。你在看呢？你吃嘴。好吃啊，我刚刚在对面吃的，味道很好嘞。哎，海味很重，海味很重，不像我们在以前我在新竹吃的也好吃啊，但是没那么好吃啊。这个都是现捞过了。现捞过的，对。对。感觉得到啊，因为它那个香味很浓啊，海味啊，海味，海味很浓啊。那西瓜梅呢，可以煮鱼汤啊，煮蚵仔汤啊。好多，哎，这个好大颗。这看到什么西瓜棉，这个我好像也没看到过哎。可以煮鱼汤啊。煮鱼汤啊。煮鸭肉。哎，这个奇怪，真的没有看到过，也没听到过。炒那个。切片。酱油糖。烤。切片炒酱油糖可以。哦，好好。嗯。好了，这个地方你们大家记得哈，记得，非常的不错。我是亲身去体验过，那味道啊，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路边的这个叫什么海产呢、啊，就介绍到这里哦，朋友们，拜拜。